Hello，时尚的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吕春。春春，这是你去四喜的亮相干嘛第一届了，那个这次来的话和之前会有个不一样的感受吗？因为还是比较熟悉了，所以应该是就比较轻松的吧，比较轻松的心态啊。我来之前其实也就在忙别的工作，而且这一次其实相对来讲行程是比较赶一点的，对。昨天晚上红毯造型是你自己选择的吗？当然有最终有选择，但其实，我来之前我有看过图片，有一些不同的礼服的一些图片，但我对这套衣服的印象非常深刻，因为我觉得它很美、很优雅，同时呢又有一些酷的东西，所以来这边以后就是试妆的时候，我觉得就它了。今天晚上还会有红毯造型吗？对，今天晚上其实我还要试一下。所以我就时间比较赶，因为之前一直，有别的工作安排，然后，主要，昨天又忙，就是昨天那套衣服，今天呢还要再试试看。就先暂时就没有看到，就是会确定你穿的哦，是对，哪我一不套。能确定现在还，好的，就是今年就是除了礼服之外，还有发型也非常的亮眼。就是选择这样的颜色，是之前有精心挑选过，还是？哦，不是刻意的，因为这个头发我是不是专门为戛纳而准备的，就是还是因为我之前在今年要发新专辑嘛，就是5月25号就开始发了。那其实是因为之前的这个照片的拍摄、专辑封面的拍摄，然后包括这个 video 的拍摄，整体的一个造型的一个考量。然后做完这个颜色，其实也不太容易做到这个颜色，所以我又想保持一下，所以这次是这样的一个颜色。就是之后会有新的电影作品跟大家见面吗？今年如果要拍电影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也是安排在下半年了，因为上半年的工作也是排得比较满，然后今年因为这个准备2年的这个新的唱片，然后花了很多时间，花了很多心血，然后再加上是今年也会有这个跟演唱会相关的这个巡回演唱会，所以有很多工作现在就还挺满的，想知道一下，就是平时有没有比较独特的护肤的小技巧？比较喜欢用欧莱雅的哪款产品？我觉得就是，首先不管工作再忙，就是保证自己的休息时间以及保持一定运动量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那个可以帮我流一点汗，我觉得是很好的。我自己非常注重的就是像保湿，然后还有就是工作之后的一个卸妆，在晚上睡觉之前的一个对皮肤的一个保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非常喜欢的当然还是欧莱雅的这个眼线水笔，我可能不会太多的去画一些很深的眼影，因为我喜欢就是比较清透，然后通过眼线把眼部的这个线条拉长，甚至像昨天的妆容，它会有一些在眼尾的部分有一些上翘，会比较的灵动一些，所以这是我最喜欢的产品。当然还有就是这个 CC 霜，因为它会比较清透，让你的整个皮肤比较的有活力。您工作结束之后会想要去做些什么？下一个工作，对，对自己。因为这个阶段就是我的工作就是比较密集，所以都是一个接着一个，就这段时间好像没有假可以休。就是工作结束之后，可能就再马上再下班。对对对，昨天晚上因为礼服很漂亮，但是你们的礼服很大嘛，对。很多网友都很想知道春春穿的是什么鞋子。昨天是有一点点厚度的一个平跟鞋。因为那个裙子如果再穿高跟鞋的话，我觉得真的很难移动，因为很重很重，所以今天晚上的红毯造型，咱们还是，要等一等，对，好的，好，谢谢春春。谢谢。